为郑嘉颖抬紧第二胎的陈海琳，日前举行产前派对公布 BB 性别。继参加派对的市民由率先在社交平台分享过程之后 ，Grace 都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贴相同影片。见 Grace 吉穿印住 boy or girl 的大气球之后，飘出粉蓝色的小气球，宣布陀仔仔。另外切开的蛋糕都流出蓝色的糖，话俾大家知大仔郑成月就嚟多个细佬啦。Grace 留言话：估唔到咁快再一次搞 baby shower， 再一次多谢大家陪我玩咗一个下昼，一齐用一个咁好玩又咁有意义嘅方法同大家公布 It's a boy。我同老公都好期待细佬嘅来临，最紧要健健康康，好似哥哥咁人见人爱。同属少妇联盟嘅龚嘉欣都第一时间留言话：又有 BB 玩，好热闹！再次恭喜 Grace 同嘉颖两年抱两，预祝佢哋生个肥肥白白嘅仔仔啊！